新闻继续来看的是针对着民众向立法委员蔡益宜来反映着布袋镇龙江溪的排水系统淹化，新闻排水荷花急需要改善。对此，蔡益宜嘛来邀请着中央，包括着水利署、台五河川局，阁有布袋公所和各机关政府人员共同前往会勘，希望会当赶紧来解决民众的问题。立委蔡宜表示，日前有乡亲反映，新温排水荷花改善工程只做一半，布袋龙江溪新温排水段荷花工程进前做一半，大概差400米无施作，因为这段拄着弯道都容易淹水，希望这次会勘了后，用前瞻预算，把不完成的工程补完，后续也会陆续荷花延伸工程经费。咱今仔吼来迄个新闻看这个龙江溪吼，啊新闻。排水这段，还有进前吼，差不多拢做一半啦吼，所以叫做差不多400米左右吼。啊，咱希望讲即届吼，啊，咱用一个前瞻的一个预算，啊，一段先甲补起来，吼，啊，等下后壁吼，啊，再陆陆续续再来延伸过吼，啊，再等下再来清除。啊，毋过即马因为即段吼，即马拄着吼满流吼啊，风大的时阵，即段水拢会泼出来，所以咱遮也是来注意。这次会勘经过立委蔡益宜邀集水利署副总工程师洪丕进、第五河川局副局长周建松、布袋镇长陈宏梅、议员蔡伟杰等人会勘了后，这个改善工程将会列入劳动计划107年度应急工程，每年将会当进行施工作业，以解决饮水问题。新闻，中来新布袋镇采访报道。